背着香花，哇，走到花园，鲜花，娃娃哭了，妈妈，树上小鸟，哈哈，哇。他是小鹿。上一支影片我们拍了蝈蝈实际开了提光330一年以来的车主心得，不知道你们看了没？如果没有看的话赶快去看，我们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。这一集啊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如何在车上跟小孩一起度过60分钟。爸爸很轻松，我都在前面开车就好了。真的，因为在车上其实就是一直育儿，因为很多人看我们的现实动态啊，都会说为什么小鹿可以乖乖坐在汽桌上面都不会哭。 No no，他当然也是会哭呢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婴儿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们在车上是怎么陪小鹿度过这60分钟，展现妈妈的实力吗？对，展现妈妈平常当陪玩姐姐的能力，有多会陪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你是捣蛋鬼吗？你是捣蛋鬼吗？我又又哦，你是露露哦。嗯 ，OK， 露露要起来吗？不要不要。三班早安，爸爸早安。爸爸，爸爸出门了吗？还没有。等一下带小鹿回外婆家坐车，所以呢我准备了很多书，因为小鹿超爱看书的。先拆包裹发现一个泡泡纸，想说也可以带上车。然后我还会带一个好携带的小玩具，因为最近小鹿超级爱扣这种扣子的包屁衣上的扣子，然后刚好反正也是要带一件衣服随身携带，所以我就带着一件，就这样咯。我们要坐车车出门了吗？还没有。还没有，我们要坐车车去找外婆咯。好。还要找阿姨吗？要找谁呢？爷爷。爷爷，那我们要坐车车咯。好。那要穿鞋鞋吗？要。好，那go咯。好。我们要出门咯。露露开门。要开门吗？露露要开门吗？这边。嘿，我要出发咯。出发，我们要去外婆家咯。找婆婆。耶耶耶耶。欢迎收听古玩，我是生物公司，现在时间是8月22号的下午1点整。本期节目就由神来也得。卷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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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卷没有量身的，几公分的够？你还要卷呢？嘿嘿嘿嘿嘿嘿，嘿嘿嘿，露露说嘿嘿嘿嘿，哈哈哈哈，卷卷卷，耶，卷好了，好了。可是妈妈住在那边，妈妈去买咖啡，我们待会就回来，好不好？我要住这边吗？我们来玩好不好？等一下。1 2 3 4 5 6 7 8 9 10，你当鬼吗？眼睛要睁起来没？1 2 3 4 6 7 8 9 10，耶，棒，没有碰到，蹦！再一次 ，fish bang， 蹦！嗨，露露，要吃蛋蛋呢？你要吃蛋蛋？哇，这边还有杯架，还有够方便。蛋蛋，要吃蛋蛋。好。要吃蛋蛋。妈妈剥好了，我们来吃蛋蛋喽。好。烫烫。烫烫。要呼呼呼。妈妈买的，嗯，带小孩出门完全就是在车上也是一直在育儿。
无法滑手机就对了。妈妈也吃饭吧，好，妈妈拿给你吃，你要自己喂。啊，不可以啊，把饭饭甩出来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不好，你看妈妈吃。看妈妈把它弄成一个海苔球球，你要不要吃海苔球球？海苔吗？对啊，海苔球球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小金球球吧。好，好朋友。嗨。小金球球散步的时候听到了沙沙沙沙沙的声音，这里面是谁呢？嘎嘎。嘎嘎。哇，是呱呱。呱呱。呱呱是小鸡球球的好朋友。呱呱说：“球球，你要不要来我们家玩呢？”要吗？哇，这个是谁？松鼠。打开里面的有什么？毛毛虫。毛毛虫，还有球球。球球，你要不要跟他们说嗨？嗨，球球，嗨，毛毛虫。狐狸狗狗。狐狸狗狗在这里哦。你喜欢狐狸狗狗吗？喜欢，你能跟狐狸狗狗说嗨。叶子带小鸡球球撑伞，我们要过河咯。哥哥妈妈，呱呱妈妈，那你有没有跟呱呱妈妈说 hello？ 嗨哟，用力。妈妈趁机划一个手机。哇，好棒！到飞机，到飞机，累到青草地，蹲下去，蹲下去，我做推进器。蹲下去，蹲下去，我做飞机器。弯着腰，弯着腰，飞机坐飞机，飞上去，飞上去，飞到白云里。耶，我们要去找婆婆了，还要去找阿姨。还有阿姨吗？还有爷爷吗？爷爷。其实现在我们带小鹿已经非常的习惯了，就是也不用特别真的准备什么东西。可是刚开始第一次带他去花莲旅行长途开车的时候超级紧张的，现在已经就是驾轻就熟，毕竟他也已经大了，偶尔他也可以看看窗外了。带小孩其实不难，就只是很累而已。捏妈妈可以捏妈妈吗？可以。可以啊，终于要到婆婆家了。耶耶、yeah, ！我们要穿鞋鞋准备下车喽。嗨耶！耶，婆婆家到喽，我们要去找婆婆了吗？还有谁呢？爷爷。关门，你按到开门了。嗨！嗨！耶耶！今天真的好可爱呀，你没有叫婆婆。要不要叫婆婆？你也信呢。